巨人僵尸他来了，兄弟们。不过他为什么不打我呀？而且一动都不动。我们拉一下他啊，打我呀，来打我呀。他是不是因为个子太高了看不到我，所以不打我？我们飞上去啊，看一下他打不打我。来，飞到他眼前，打我呀，打我呀。哦，这都不打我啊。那好吧，兄弟们，这个巨人僵尸的话是我们这个系列收集的最后一个生物，我们用鱼竿把它拉回家就可以了。这边有很多小白啊，把这些小白解决一下。这个巨人僵尸完全不动，一动都不动，我们射他一箭啊。哇，他这都不打我啊。那好吧，我们就用鱼竿把它勾回去就好了。而且这个东西的体积要比我想象中的大了很多很多啊，这么大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们的生物展览馆里边可能都放不下。我们的洞口就在后边啊，我们把它拉过去。哎，拉不动了，可能是这边有方块挡住了啊。我们用这个铲子铲一下这边的泥土，把这边的空间扩大一下。先刻一批牛奶啊，有挖掘疲劳。好的，把这边铲子大一点就可以了。这下应该可以动了吧？哎，好了，它可以动啊，兄弟们，一直把它拉过去。哇，它连台阶都上不了，那意味着我们要从这边全部都铲平，才能把它运回到我们的生物展览馆里边。那就铲吧，把这边铲平之后，把它运回去，我们这个系列也算是结束了。挖掘疲劳是真的烦呀，我们去搞一些牛奶来。哎，别射我的牛，来来，牛奶牛奶牛奶，洞口就在这边啊，我们最后拉一下，应该就可以下去。再来一下，来，哎，往这边跳一下啊，给我下去。哎，这边又卡了啊，兄弟们，把这边铲一下。哇，他这都不下去，兄弟们，有点夸张了吧？他的双腿已经离地了，这难道这个洞口有点小吗？我们把这边再铲一下吧，给我下去。哎，好的，兄弟们，他下去了，但是他这个高度，哇，兄弟们，这啊，没有办法，我们的生物展览馆最高也只有这么高，太高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哇，他这脑袋，一个脑袋比我四个人都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头顶啊铺一些方块遮挡阳光，然后呢搞一个命名牌把他啊密一下谜，我们的生物就收集完毕了。好的，一个遮光平台应该是可以挡住他的脑袋的。哎，哦，这苦力怕吓死我了，差点爆炸啊，把它解决一下。来，再来一件。好的，我们回去搞一个命名牌。命名牌搞起来。好的，兄弟们，巨人僵尸已经收集完毕了。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这个系列里边收集的所有生物。首先在最顶层左侧的一排呢，是我的世界里边一些比较常见的生物啊，有很多的。哎，对，这个鹦鹉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生物啊，它在这个上边坐着啊，特别好。然后这边还有熊猫啊，这边呢还有铁傀儡，还有雪傀儡，这边还有一个图书管理员。然后右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主世界里边的生物，这边是掠夺者小队啊，幻魔者啊，味道士，还有这个劫掠兽啊，很多东西。这边还有小黑，还有小江，这边还有蜘蛛，还有苦力怕啊，大部分的主世界生物全在这边。下边的话是一些海洋生物啊，这边有海龟。哇，这个海龟生孩子了，一共几个？一共四个海龟。其他的三个我没有命名啊，但是他们没有消失啊，这个还是不错的。这边有海豚，然后这边呢有一个逆尸啊，最后有一个发光墨鱼啊。那么海洋生物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守卫者啊，远古守卫者，这个东西运输起来还是特别麻烦的。然后对面呢就是我们的两个 boss 啊，一个寻生守卫，然后后边呢是凋零，这两个 boss 也特别麻烦啊，收集的过程也是心惊胆战啊，一波三折啊。然后我们去看一下下阶生物。下界生物的话全部都在这一排啊，油猪兽、赤足兽，还有猎叶人、凋零骷髅啊，岩浆怪啊，这个岩浆怪有点小，但是哎，总归是有的，对吧？这边有个特别大的恶魂。然后呢我们还有唯一一个末地生物啊，除了末影龙，那就是这个牵引贝了。牵引贝在这里啊。这边的话是飞行生物，有蜜蜂、月灵、幻翼啊。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些动物啊，这个是青蛙，这边有美西螈啊，这个美西螈真的是特别可爱，这个东西确实好。这边有个北极熊，这边是骷髅马，然后这边的话是蘑菇牛，然后还有流浪者，还有这个鸡骑士啊，这是我们上期收集的。这边呢有一个这叫什么来着啊，这个东西叫忘了啊，不管了。这边的话呢是我们最后收集的一个巨人僵尸啊，那我们所有的生物都已经收集完了。好了，兄弟们，我们这个全生物收集系列到这里就正式结束了，我们下一个系列马上就会给大家开坑啊。下一个系列我们尽量玩一些硬核的生存或者是趣味生存啊，像养老生存我们就先不考虑了。像我们现在玩的全生物收集系列其实就是一个偏向于懒人养老的生存，除了收集 boss 之外，其他的过程还是比较乏味的。好了，兄弟们，特别感谢大家的观看啊，尤其是从第一集追到现在的啊，特别感谢。那我们下个系列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下个系列再见，大家拜拜。